同学们好，我们上课，我们上次课主要讲了少阴寒化症的阳衰阴盛症、阴盛带阳症。下面我们看原文中的阴盛带阳症，这就是讲义314条和315条。314条说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，315条说少阴病下利麦微者与白通汤。如果光看原文所描述的临床症状，那我们很难判断这是个阴盛带阳症，充其量我们把它看成是少阴的阳衰阴盛症，有下利清谷，又有麦微。但是仲景用了白通汤，我们在研究这两条的时候，我们就采取了以方测症、以药测症的方法来寻找它的病机的所在。白通汤的药物组成是以葱白为主药，葱白四茎，干姜一两，附子一枚。葱白张仲景在什么情况下用呢？我们上次课说是在亲人面色赤的时候用。仲景在《通脉四逆汤》的加减中提到，面色赤者加葱酒茎，由此提示仲景用葱白主要是治疗阴盛带阳症的。既然白通汤这张方子是以葱白放在第一位，由此我们知道白通汤应当是治疗阴盛带阳的。所以314条、315条它的主症除了下利和脉微之外，还应当有其人面色赤。葱白有通阳的作用，用在阴盛带阳症中，它在干姜附子为主啊，温阳驱寒的基础上，破阴回阳的基础上，它有交通上下的效果，所以来治疗阴盛带阳症。下面看315条的后半段，用上白通汤以后，出现了利补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，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，服汤脉暴出者死，微续者生。阴盛带阳症用白通汤是正治之法，用方是正确的。如果有个别病人吃了药以后症状反而加重，由原来的下利出现了利不止，由原来的脉微出现了厥逆无脉，这是病重药轻，激惹了邪气的势力。这个激惹现象我们在前面曾经说提到过啊，病重药轻，激惹了邪气的势力，也就是后世医家所说的隔聚现象。隔是阻隔的隔，聚是聚结的聚，隔聚现象。一个大热症，你用了大凉药，人体就会聚而不受。一个大热症啊，你用了大寒药，人体就可能聚而不受。一个大寒症用了大热药，人体也可能聚而不受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把它叫做隔聚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为了防止隔聚怎么办呢？热药凉服，冷药热服，这是防止隔聚的方法之一。当然也可以加反佐的药。这里的利不止厥逆无脉是正邪相争，而邪气占优势的一种表现。这里的干呕烦是正气抗邪的一种特征。出现了隔聚现象，在这里在白通汤这张方子里加了猪胆汁和人尿，这就叫白通加猪胆汁汤。我们打开讲义168页，看白通加猪胆汁汤方药组成。
葱白四茎，干姜一两，附子一枚，这正是白通汤。人尿五格，这里所说的人尿，后世医家用铜便，用吃母奶的男孩的尿啊，把它叫做铜便。铜便有什么作用？在这里人尿是咸寒的，猪胆汁是苦寒的，在大热药中加上两个偏寒的药，这就是起到一个反佐的效果，引阳药入阴，从其性而治之。本来是个阴寒的症候，你用了大的热药来治疗，这个阴寒的邪气它不接受这个药，所以和这个药力和正气相争，就使症状加重了。现在你在这个热药中加了两个寒凉的药，这个阴寒邪气它识别不出来啊。他说啊，原来是和我的性质是一样的，没想到用了两个偏寒的药把这些热药带入阴寒的阵地之中以后，哎，阴寒邪气才一看，哎呦，上当了，啊，我以为是我的同伴呢，原来他带进来的是和我作用啊，和我相反的热药，这就叫引阳药入阴，实际上是一种间谍战，或者说化妆战术，啊。从其性而治之，引阳药入阴，从其性而治之，这是用人尿和猪胆汁的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，人尿和猪胆汁都是血肉有情之品。这个症候下利到这种程度，真阳衰微，真阴也耗伤，狼阴失水，电解质紊乱的症状必然是存在的。汉代没有输液的方法，没有纠正电解质紊乱的方法，所以给他喝点人尿，喝点猪胆汁。所以我们刘独舟老师说过一句话，说人尿是天然的生理盐水。我第一次听他说的时候，我当时就想笑出声来，我就忍住了，当着老师不敢笑。就这句话我想起来就笑，笑了三天。可是我今天想起来，哎呀，老师说的不算错呀。那个时候我就说尿是代谢产物，那和我们输液的生理盐水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啊！啊，我说这，现在想了想，可不嘛，那个时候没有生理盐水来输液，补液喝点尿也不错呀。在偏僻的农村，产妇大失血，怎么治啊？输血没有条件，输液没有设备。偏僻农村的这个接生婆赶快让周围的邻居们啊都去找小男孩的尿，接来给产妇灌上两碗，抗失血性休克，补充血容量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过去有的人到大森林里打猎，那个时候许多动物不被保护啊，碰上狗熊他就想打，一枪没打着，那狗熊生气了，跑过来照着你胸脯拍了一下子，好，肺脏拍碎了，失血性休克，狗熊跑了，得我把它打倒了我就走了，人狗熊很仁义，不一定置你于死地。那同伴怎么救他呀？离山下又那么远，赶紧撒泡尿给他灌，活血化瘀止痛抗休克。这些老药农哎，老猎人都跟我说过这种话，上深山采药，采那个我最不喜欢用的五灵脂，上到那大悬崖上啊，五灵脂踩着了，一高兴一不小心咣当摔下来了，失血性内出血，失血性休克。同伴怎么治啊？给他撒尿，灌上一口啊，灌上一大壶尿，哎，精神恢复了，赶快运到山下紧急抢救。所以救急用人尿，我们今天说起这些事情来好像都是一种笑话，用人的代谢产物啊去治病。可是铜便在过去用的很多，又叫回龙酒，多好听的名字。
猪胆汁，血肉有情之品，猪胆囊中的胆汁，它含有丰富的电解质，纠正这种下利水电失调，在客观上应当是有效的。所以我们说这两个药以有情补有情，在客观上起到了育阴增液滋阴以和阳的作用啊，育阴增液滋阴以和阳的作用。这件事情我没有核实，据说在50年前上海有一起河豚鱼，吃这个河豚鱼啊集体中毒的事件，病人大概涉及到几十个，河豚鱼中毒死亡率是很高的呀。当时就组织了上海市的各家医院进行抢救，也请了中医做会诊。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一任校长程文雪到场参加治疗，有一部分病人呢是真阳衰微，然后他用的通脉四逆汤加人尿加猪胆汁。上海这么一个大城市，药房不可能准备有猪胆汁，所以他就让医院就让家属去找，有的家属找到了新鲜的猪胆汁，有的家属没有找到。后来这批病人呢是死了一批活了一批，在病例总结的时候发现，死的和活的之间唯一在用药上有差异的就是用了猪胆汁的全活了，没有用猪胆汁的全死了。所以从这组这个病例来看，我这是听我们刘老师讲的啊，我想查这个报道没有查着，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，那么猪胆汁抢救这种危重病人，除了我们按照上述两个途径来解释的原因之外，一个是反左引阳入阴，一个是滋阴以和阳啊，育阴增液，除了我们上述解释的这两个作用之外，可能对抢救危重病人还有另外的我们未知的机理在内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它。这是白通加猪胆汁汤，它有破阴回阳、交通上下、咸苦反左的作用。吃了白通加猪胆汁汤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再看315条，服汤脉暴出者死，微续者生。吃了汤药以后你注意观察它的脉象，如果发现他的脉突然跳了那么两下，那这不是好事，原来不是摸不到脉，不是立直脉不出吗？啊，厥逆无脉吗？原来摸不到脉，吃完白通加猪胆汁汤以后脉突然出来了，你千万别高兴，这常常是人体残存的能量发漏无遗的回光返照的现象，所以脉爆出这死，这必然要死亡的，把这阵能量挣不完了，哎，然后心跳就停止了。微续者生，慢慢慢慢的脉出来了，这是真阳恢复的表现，那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挽救。我做住院医的时候，我们病房有一个老太太，年龄很高，她得的肺炎伴有感染中毒性休克，我们一边用抗菌素，一边用西药的升压药，也用了中药的参附汤、人参四逆汤这类的方子，或者说用参附注射液来静脉点滴，血压就是回不来，已经处于一个脉就根本摸不着，似莫失冷，莫烧青紫，一个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这种表现。星期五上午医院大查房，我们的大主任老主任啊，廖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年轻医生查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说廖主任，我看一个报道，对于顽固性的休克可以用针刺内关的方法利于升高他的血压。廖主任，来来，你拿一根针来扎这个内关，那边一个年轻大夫来扎那个内关，我们俩同时就把针扎上了，扎上没有一分钟我就摸到脉了，然后我说廖主任快摸有脉了，廖主任一摸，摸了两下就拿膀子，他因为他在我的这边就拿膀子看我，我说这是要干嘛，廖主任从来没拿膀子看过我，我看他眼睛就示意让我看病人，我一看病人呼吸停了，我再一摸脉没有了，这个病人本来是要死的，可是就我们这么一刺激
把它微残存的能量发了无疑，本来一直没有卖，卖爆出者死。这个真是这样，一个病人临终的时候，他把唯一的残存的能量都爆发出来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光返照。好了，少阴寒化症的阳衰阴盛症、阴盛隔阳症、阴盛带阳症，我们就都谈完了。这三个症候基本症状是一致的，畏寒前卧，四肢厥冷，冷汗自出，四肢痛，下利清谷，自利而渴，小便清长，小便不利，脉微细，但瘀寐，脉沉啊，或者脉沉浮不出，基本症候是一致的。兼有身热反复寒的是阴盛隔阳，兼有其人面色赤的是阴盛带阳，在治疗上分别用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和白通汤。下面我们讲少阴寒化症的第四个症候，那就是阳虚水泛症。阳虚水泛症也就是真武汤的适应症，对真武汤的适应症，我们大家在太阳病篇学太阳辩证的肾阳虚的症候的时候曾经遇到过，那就是第82条，原文是说太阳病发汗，汗出不解，亲仍发热，心下悸，头眩，身顺动，阵阵欲披地者，真武汤主之。我们现在看原文第316条，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，腹痛，小便不利，四肢沉重疼痛，自下利者，此谓有水气，亲人或咳，或小便利，或下利，或呕者，真武汤主之。我们把这两条结合起来看，阳虚水泛症的成因可以有两个，一是太阳病治不得法，使肾阳损伤，阳虚不能治水。这是它的成因之一。成因之二来自于少阴，是素体少阴阳虚阴盛，外邪从阴化寒，肾阳更加虚衰，结果导致不能治水。因此不管这个病是来自于太阳的治不得法，还是来自于少阴受邪，殊途同归，最终造成的基本的病理变化是阳虚水泛。水邪是变动不居的，所以古人比喻也很形象，你把一碗水泼在地下，哪点低它就往哪点流，所以水邪是变动不居的，它并不固定在一个位置，所以它常常随着三焦气机的升降出入而随处为患。因此真武汤适应症中它所出现的临床表现就比较多，我们把这些临床表现综合起来看，第82条和316条这两条原文所描述的真武汤适应症，把它综合起来看，
一个是四肢沉重疼痛，四肢沉重疼痛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水肿，这是水邪。静字四肢的表现啊，水邪静字四肢的表现。那当然四肢沉重疼痛了，它有水邪吗？流溢吗？第二个症状心下悸，这是水气凌心的表现。第三个症状咳，这是水邪犯肺的特征。第四组或吐或痢，这是水邪进自胃肠。第五组症状是在太阳病篇提到的那个头悬身顺动阵阵欲披地，我这儿用悬动这两个字来代表。这是水邪上冒青阳。水邪侵自经脉，所造成的临床表现头眩头晕目眩，那就是水邪上冒青阳。身顺动阵阵于披地，不能够有准确的有力的稳定的运动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啊，拿起筷子来哆哆嗦嗦，像美尼尔氏综合征，像小脑供给失调，他的那些表现都可以看成是身顺动阵阵欲披地。小便不利或小便利，小便不利是阳虚气化失司，小便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小便清长，特别是夜尿频繁，这是阳虚不能摄阴。这样归纳这两条，我们把真武汤的主要适应症归纳为肿悸咳吐痢悬动尿不利，这就记住了吧。哎，肿悸咳吐痢悬动小便不利，你看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病变。四肢沉重疼痛我们在这儿把它叫做水肿，我们临床上能够见到的心源性水肿、肾源性水肿啊、肝病的水肿等等，还有不明原因的水肿。如果你对一个水肿的病人，你辨证属于肾阳虚、水邪泛滥的，那你就可以用真武汤来治疗，真武汤治疗水肿。心下悸，这是以心脏的症状为主的症候。那各类心脏病有心慌心跳，特别是各类心脏病有心功不全的，当然我们习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，用西药洋地黄这类的药物来治疗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有很轻的病人，那你适当的用一点真武汤也是很好的。我上次在讲太阳病篇的时候提到过，
当我们对心功能不全的病人用洋地黄这类的药的时候，当他的心脏他的心肌储备能力很差的时候，你用洋地黄这个药稍稍过一点头，就会出现洋地黄中毒表现，稍稍有点不足，心功能就纠正不好。治疗量和中毒量之间的距离太近，这个时候用药非常难为难啊。那么你配合上，如果是阳虚水犯的话，你配合上真武汤，结果就发现你的洋地黄的这个用药稍稍不够一点也没关系，稍稍过头一点也不会中毒，有明显的提高心肌储备力的这种作用。治疗心脏病，治疗呼吸系统病，咳嗽痰多啊，治疗呼吸系统病同样可以用真武汤适当的加减。治疗消化系统病，你看用真武汤来治疗各类慢性胃肠炎，辩证属于阳虚而水邪侵滋胃肠的，我以前曾经举到过治疗美尼尔氏综合征，你辩证属于阳虚水犯的，小便不利或者夜尿频，夜尿频难道也能用真武汤吗？这要看具体情况啊。如果真是肾阳虚，其实也可以用真武汤来治疗，但是不要晚上吃药。不过对于夜尿频繁阳不摄阴的这种症候，我还是主张用金匮肾气丸来治疗，只是早晨吃药，中午吃药，晚上不要吃药。可见真武汤在临床上，我们抓一个主症，再配合上抓病机，就可以用于治疗多个系统的病症，还可以治疗妇科的阳虚水犯寒湿下注的白带量多啊，妇科病也可以用。这叫什么思路？这叫抓主症兼辨病机。抓主症兼辨病机，活用经方。少阴寒化症的第四个症候阳虚水犯症我们就谈完了。我们在谈阳虚水犯症的时候，又结合了太阳病篇所谈到的真武汤症。第五个阳虚身痛症，阳虚身痛症就是附子汤症。它所涉及到的原文，看讲义的170页和171页，305条、304条。少阴病，身体痛，手足寒，骨节痛，脉沉者，附子汤主之。少阴病得知一二日口中和，其背恶寒者，当灸之，附子汤主之。这两条原文，他提到的症状主症也有两个痛，也有两个寒。这两个痛，一是身体痛，一是骨节痛。这两个寒，一个是手足寒，一个是背恶寒。这两个痛它的病机是什么？是肾阳虚衰，肌腑失温，寒湿凝滞，寒湿凝滞于肌肤骨节，
这样就导致了身体痛，骨节痛，手足寒和背部寒呢，这是肾阳虚衰。四末失温，督阳不充，督脉中的阳气不能够充盈，所以就表现了背无寒。手足和后背是反映阳气盛衰最敏感的两个部位，所以说四肢为诸阳之本，背为阳之府，中医早就有这样的话。我大学那个时候上六年，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河北省的一个县医院，那个县医院在那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病种特别特别的多，像上次我谈到的那个积热现象，那个蛔虫团性肠梗阻，胆道灰尘症做手术，哎，都是在那个医院遇到的，在城里就很少遇到这些情况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妇科实习，实际上是产科，妇产科实习。那个妇产科那个门诊呢是里外间，外屋呢是我在那儿给摸脉，因为农村的妇女要是怀疑自己怀孕了啊，月经不来了，她要到医院做个检查，我在外屋摸脉，我就积累我摸脉诊断早孕的经验，同时我也问症状，还好多早孕的妇女呢，她都是说后背发凉，后脊梁骨好像冒凉水一样，大便干燥，头疼，头晕头疼，我一摸脉，那种滑象，那和我们一般情况下滑象是不一样的。再加上这个脉也特别明显，平常情况这儿摸不出来，再加上这个脉象也特别明显，那我说你怀孕了。到里屋我们女同学做内诊啊，一摸就知道多大，几个月啊。然后正好暑假就结束了，我就回到家里，我就问我妈妈，我说我在门诊上哈、啊。看到那些早孕的妇女，好多人都有后背发凉、大便干燥、头晕头疼的症状，你说这是一个病理性的反应啊，还是怀孕以后的一个正常现象啊？我妈妈说头不疼孩不成，就是早孕的人他都会有头晕头疼的一种症状。我说那为什么大便干燥、后背发凉啊？我妈妈说这个我不会解释了，说你去问你爸爸。我问我爸爸，我爸爸说哎呀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，当包公孕育胎儿的时候，人体就调动了全身的阴精和阳气来营养这个胎儿，所以阴精和阳气的这种输布一时就表现了失调，所以后背是反映阳气盛衰最敏感的部位，所以好多早孕的病人，特别平素阳气比较不足的病人呢，他都有一段时间后背发凉，这就提示怀孕了。我说为什么大便干燥，说道理不是很明显吗，阴经去濡养胎儿去了，不能濡润大肠了，所以它有很短的一段会大便干燥，所以大便干燥、后背发凉、头晕头疼，这是早孕甚至是早孕脉象还没有摸到的时候就有这个表现，就有这个症状。有一年我到黑龙江讲课，我不是说过吗，听课的学员好多都比我大，都是当地的小名医。我讲完我的这个经历之后，下来一帮女学员，一帮女大夫把我围住了，说郝老师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怀我们老大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过来人，我怀我们老大的时候，不仅怀上就后脊梁骨凉，一直到生完他脊梁骨才不凉了，整个怀他脊梁骨就凉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我的阳气全去营养那小子去了，所以我自己后背的阳气就不能充盈。所以他特有体会，因此后背发凉、是这个大便干燥、头晕头疼，常常是早孕的一个先兆的症状啊。这里的手足寒和背部寒是肾阳虚衰、四末失温、督阳不充的表现。我们遇到这样的身体痛、骨节痛，遇到这样的手足寒、背部寒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会不会是太阳伤寒表实症啊？主脉脉沉，脉沉提示这不是表症，而是里症，不是太阳受寒，而是肾阳虚衰。沉主病在里，沉主阳虚嘛，所以它既是诊断所必须参考的一个指标脉沉，
它又是间接诊断，除外了太阳伤寒表实症，除外了太阳伤寒表实症。我们过去在学哪个方证的时候提到个背恶寒啊，在学阳明胃热弥漫金气两伤的那个白虎加人参汤适应症的时候，除了四大症状之外，身大热口大渴汗大出脉红大之外，还有一个时时恶风和背微恶风寒。现在这个病人有背恶寒，那会不会是阳明胃热弥漫金气两伤的症候呢？所以原文怎么说，口中和是个间接诊断。为什么在这凭空冒出个口中和？什么叫口中和？口不苦口不渴口不燥，那就除外了阳明胃热弥漫金气两伤症的背微恶风寒啊，除外了阳明胃热弥漫金气两伤症的背微恶风寒。你看短短的两个条文304305，既讲了附子汤适应症的主要临床表现，也对太阳伤寒表实症的身疼痛做了鉴别，也对阳明胃热弥漫金气两伤症的背微恶风寒做了鉴别，多么严密多么严谨。肾阳虚造成的寒湿凝滞于肌腑的身疼痛，我们把它叫做阳虚身痛症，治疗用附子汤。附子汤这张方子在药物组成上和真武汤在药物组成上特别相近，芍姜苓朱附是真武汤，芍参苓朱附是附子汤。附子汤人参和附子同用，这很有参附汤的意思，助元阳益元气，再加上白术、芍药、茯苓、燥湿、利湿啊，燥湿利湿驱肌表的寒湿邪气，用芍药缓急止痛，所以我们应当注意附子汤的药物组成和真武汤的药物组成要区别开。实际上附子汤和真武汤又是对偶统一的一对方子，他们都治疗阳虚，都治疗肾阳虚，一个是阳虚里有水，一个是阳虚外有湿，或者说外有寒湿，一个是阳虚里有寒水，一个是阳虚外有寒湿，这样就容易区别开了。这样的话附子汤的适应症既要和太阳伤寒表实症相鉴别，又要和真武汤适应症相鉴别。就身疼痛这个症候来说，我们学过哪些方证有身疼痛呢？附子汤证有，我们刚刚说过，麻黄汤证有，在太阳伤寒表实症中说过，那是因为寒邪闭表，寒主收引，寒主痛，寒主凝滞，寒伤肌表以后，它使肌腑的气血凝滞，气血色滞，筋脉拘挛，因此造成了身疼痛。用麻黄汤发汗散寒，寒邪驱除出去了，然后身痛就缓解了。附子汤证的身疼痛，我们刚刚说过，肾阳虚衰，肌腑失温，寒湿凝滞于肌肤骨节，所以治疗的时候用温阳散寒湿的方法，驱寒湿的方法。还有哪个方子有身疼痛啊？那就是我们在太阳病篇曾经学过的，发汗后身疼痛，脉沉迟者，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，人参三两，辛加汤主之。那是一个什么症候呢？那是一个营气不足，肌腑失养，不容则痛，失养则痛，虚则痛的症候。在伤寒论中治疗身疼痛的主要方子就这三个，麻黄汤、附子汤、辛加汤。
应当学会区别使用。我们翻回头再回忆一下真武汤证，真武汤是治疗阳虚水犯的，它有利尿的作用。我们已经学过的利尿方子，一个是五苓散，一个是猪苓汤，是吧？五苓散我们在太阳病篇学的，猪苓汤我们是在阳明热症中学的。当然猪苓汤的适应症我们下面讲少阴热化症的时候还要提到。我们现在把这三个方证做一个简单的鉴别，这三个方子都有利水的作用。猪苓汤治疗阴虚有热，水热互结，它治疗的是热水。热水这个词应当说它不是个医学术语，我只是这么比喻，它治疗的是热水，水热互结。所以它的这个小便不利呢，伴有尿道涩痛、小便短赤，甚至有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这是猪苓汤症。真武汤的适应症，它所治疗的是冷水。冷水这个词也不是中医术语，比你考试的时候说真武汤适合治疗冷水，那人家看卷子老师一看，这什么人讲的话，治疗冷水，我只是个比喻。像我以前所说的，哎，芒硝可以发长管的汗，那也不能写在你的笔记本上，也不能写在卷子里，你理解就可以了啊。所以真武汤治疗的是阳虚水犯，它是寒水，而五苓散所治疗的这个水，它只是气化不利，它的这个水既不偏寒也不偏热。你看真武汤和猪苓汤是对偶统一的，一个治水热互结，一个治阳虚寒水，而中间状态那就是五苓散症。就像我们讲太阴经脉受邪，气血失和，出现了腹满食痛，用桂枝加芍药汤疏通经脉，合理缓急。你说它虚吗？它也不虚。你说它实吗？它也不实。这个症候往虚的方面发展，气血两虚，经脉失养，腹中急痛，那就再加饴糖，是小煎中汤。这个症候往实的方面发展，气滞血瘀，大食痛，那就这个方子里加代黄，那就是桂枝加代黄汤。小煎中汤治疗太阴脾经的虚症，桂枝加代黄汤治疗太阴脾经的实症，不偏虚也不偏实的中间状态的，那就是桂枝加芍药汤啊。可见《伤寒论》中对偶统一的这种思维规律，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你也应当注意应用。关于少阴寒化症的主要方证就是这五个啊，主要症候就是这五个，当然其中还有一个白通加猪胆汁汤，它是作为白通汤的一个加减方，我仍然把它归属于阴盛带阳症的范畴，我没有单独的列出一个症候来。少阴寒化症的主要症候就是这五个，当然在我们的讲义上又列了剧吐，类似于少阴病的乌珠瘀汤症，又列了肾气虚关门不顾下利滑脱，脾气虚不能摄血大便脓血的桃花汤症，这些内容留待我们下次课来讲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下课。